我是本期接档的主播，我是梅阳。等一下，我大家来一支舞蹈。
等一下，我找一下音乐。欢迎大家来周三，欢迎来到周三全国最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又是我。对啊，是我呀，我还没有那个。终于知道古代皇帝为什么喜欢武媚娘了是吧？因为他会跳舞。等一下，当当当，大家喜欢不喜欢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视频右下方有个直播通知，我这个位置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想看现代舞的话也可以对关注一下，谢谢。噔噔噔噔噔，因为武媚娘胖，我和她差不多的，我也有200斤，能看出来吗？没有，真的是这样，说到前面就是后面了。世界只在你眼中，相逢不问为
尽天涯何处是归鸿。啊，情深深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，相逢不问为何匆匆，山山水水几万重，一曲高歌千行泪，情在回肠荡气中。重逢，日从